这个计划发出计划书，明白。那个下方的红头文件，不太一样吗？两边不对等。 我们对天宫二号的舱压和舱温有害气体都进行了相关的检测，这样保证航天员在进入天宫二号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，并且有害气体检测也都是零，没有有害气体，这样也确保了天宫二号是处在一个正常工作状态，也为迎接神舟11号做好了准备。